大家好，我是巧手女工编织坊的店主，我今天来教大家织这一款双色单螺纹斜口的太阳花编织方法。我们把这个就是织的这种竖条的也叫太阳花啊，就是起了一个名称而已。但是这个这一款的话有两种织法，这个鞋背的这个花型。然后我们这款鞋子呢，所要用到的材料是我们家的这个恒逸的橡胶的防滑鞋底。 然后底部的话是这种螺纹的，螺纹的底就是防滑的啊，而且柔软度也是很好的，就是这样你你翻就是鞋子上好了之后翻的时候，这样直接压的话，它的鞋底是不会坏的啊。然后我们所要用到的海绵是我们家的这一个紫红色绒布的这种，然后里呃外部的话就是外面的这个是大红色，然后里面的话是这种紫红色绒布，带一点点小短毛啊。 嗯，密度比较高，然后厚度在一点一公分左右的，不是特别厚，也不是很薄的那种。反正这个穿在脚上是很舒服的，而且穿在脚上的脚型也比较好看。有的客户他喜欢那种特别厚的，但我们家没有，因为特别厚的话，呃，就是上起来之后鞋子会比较臃肿，穿在脚上也不好看。但是这个的保暖性也是很好的。呃，我们这款鞋子所要织的用到的针是我们家现在用的这个三燕牌的国标的就是带 R 标的这个三燕的十一号织针。 呃，外面有的那种十一号的织针跟我们这个可能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呃，三叶的这个稍微要粗一点点，外面可能不同牌子的话，它可能会粗细不太一样。但我们基本上都全都是用的这个三叶的十一号。然后我们所要用到的线，我这边的话是拿的这个金丝线，娇兰牌的，娇兰牌的金丝线，果绿色色号八零六啊，在我们淘宝店铺都可以，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呃，织的时候都是回去的时候把它绕成两股来织，就是。 呃，绕线的时候直接绕成两股，就是两根一起织，两个都是一样啊。然后我们这个用的是这个纯色的线，就是不带金丝，也不是花线的那种纯色线，就一个颜色。然后这个是色号是二二五纯色线里面色号二二五的这个这两个来织的。然后我们这边是已经织好了一针啊，我这边是已经织好了。这个颜色两个搭搭配起来的话，其实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穿，还比较可以，而且颜色很耐脏。呃，我这边现在来教大家起针。 起针的话，我看一下啊，我这边是用的果绿色起针。这个起针什么颜色，你们随便自己啊。先拿两根针出来，我们先拿果绿色的啊。我起我这边起针的话，都是用的那个，就是手指手指绕线的起针方法。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起针方法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非要按照我这个。然后放线的话，放长一点点，就这样啊。 我们是织的三十九、四十码的，我们这边录视频教大家是三九四十的。三九四十的话，适合像三十九码的话，如果你织三十九码的，就是、适合三十六或者是三十七的棉鞋，大两到三码都可以。如果你织四十码，可适合适合三十呃七到三十八码的脚可以穿。然后现在啊，这样线嗯、呃、就是拉放长一点，这个长度应该差不多。然后。 呃，就是捏住这个中间的位置，然后把右手的大拇指跟食指两个手指头架在这个上面，这样子，然后拿着一根针，然后把线加到针上面，这样啊，看好了。如果你想参照我这个起针的话，那你就按照我这个上面来。这个线架好了之后，放到针上面，然后把用左手的大拇指压着这个，然后把这个线翘起来，这样，然后从这个地方看好了啊，我这个角度。 穿过去，然后把这个线压过来，然后再从这个洞里穿出来拉紧，这就是起了一针，加上上面压了一针，就是两针了。看、嗯、这样啊，这个角度这样手从这个里面这样拉出来，好三针，这个角度从这边，好四。 如果觉得我这个起针比较难的话，那你就按你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啊，我这个是三九四十码的这个鞋鞋面的话是起十九针。你们如果要织其他的码数的话，可以去微信上关注我们家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桥双女工编织坊”，里面有每个码数的针数表。一、二、三、四、五、六、七，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好，起好了十九针。我们起针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的啊。 呃，大我刚刚再说一遍，大家如果说按照我这个起针方法有点难的话，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起针方法也是可以的，只要有点基础的这种起针方法基本上都会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会，就是会呃，就是这个棒针的这种起针方法，用针织的或者手绕的都可以。